陈军短短六年的爱奇艺强打品质、青春、时尚形象，不仅站稳大陆市场，现在跨海设立台湾站，举办开战记者会，台湾众多媒体人、影视圈大佬、娱乐圈的各级长官都纷纷朝圣。爱奇艺创始人 CEO 龚宇博士及爱奇艺台湾站总经理杨明共同宣布，爱奇艺海外拓展计划的第一步正式启动。爱奇艺在大陆的主站之外的第一个分站，走上了另外一个台阶，另外一个新的阶段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幸运啊！我们看好这个市场，就是台湾的这个市场。爱奇艺会选择台湾作为他们海外设站的第一站，说明了台湾拥有一些特别的条件，还有最友善，还有最开放的文化民情，最蓬勃、最成熟的影视环境，那么还有最热情、最多元的创意资源。想看什么、想找什么都在爱奇艺，不说你不知道。爱奇艺台湾站线上已有11个频道，从戏剧、电影、综艺、动漫、娱乐、搞笑、儿童片花、旅游、纪录片，都是爱奇艺出品，正版高清。台剧约有125部，台湾综艺约有80档，其中不少是跟播。电影频道目前已上线近2000部电影，亚洲电影约1200部，其中国片及港片超过40%，片库持续扩充中。包括好莱坞热门电影也即将陆续上线，怎么多元还能让你的眼球离开吗？展望2016年这个好的开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之前的数据。2015年达成大陆地区 PC 端月用户覆盖率65.8%，移动端月用户覆盖率58.5%，双平台市占率第一。加上爱奇艺带着丰富的大陆互联网营运经验，绝对会给台湾的观众耳目一新的影视新风潮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小月。选择随心所欲，恭喜爱奇艺正式登台。I've got joy to share with you in my arms, just a little hug.Every day will solve your problems. I've got love to share with you in my pocket. Just a little kiss on the lips and we'll skyrocket. We go ooh, ooh, and we go ooh, we go ooh, ooh,想变就变，爱奇艺3月29日精彩登台。孤身修炼千年，真是无聊又无趣。人间情爱，似苦非苦，似甜非甜。是不是去充值了？还是又没影？老是在这块逗我，反应。
那就是传说中的魅果吗？是魅果。三秒钟离开副本。稍等啊，咱看看音频，你怎么不放语音？都说想结婚，那结婚有什么好处吗？叫帮呗。他们是怎么说的呀？欢迎入洞房。结了婚之后可以。我也是这样，他们是怎么说话的？你这里吗？翅膀，铁钉，树林精华，点开，完成新手教学啊！完成这个新手教学呢，小雨就是会长期的入这款游戏啊。什么鬼？还有小学生。除了青青湖传说之后呢，还有战斗吧剑灵、天魔幻想啊，天魔幻想应该是下次。来到了长安，作为一个之前作为一个视频爱好者，作为一个做视频的啊，之后他这个三 D 建模建的还是蛮不错的。前往人界里路边的河亮交谈，这位仁兄，我看你一身正气，身体孔武有力，恰逢我家少爷娶妻喜事，我想请你护送我们家范小姐入城。还能护送的，蛮不错的哦。
护送到长安城，也和他新手教学到几级啊，先要早点结束。那么乖一点就行，别那么闹。哈哈哈哈，有老兄台了。就在刚刚，有一位姑娘在找人，我见她的描述的样子似乎就是找你，兄台快去见见她吧。有人在找我？绅士大人终于找到你了。我们打了一场。稍等，你们内存不够了啊，小雨清一下内存。暂时就录到这里啊。喜欢小雨的这个可以订阅分享啊，最后观看下一期的小雨视频。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订阅哦。我是每人捏车人车爆的逗比小雨哦。百度搜索 SH 小雨，进入优酷子频道。找到金钱湖传说就能看到这些视频啦。 I will see you later.